你好，我是香港中文大学1年级的学生，我每天睡7个钟头，我平常晚上11点半睡觉，早上6点半起床。星期一到星期四，我每天都去图书馆学习，我是一个好学生。Listen again. 你好，我是香港中文大学1年级的学生。我每天睡7个钟头，我平常晚上11点半睡觉，早上6点半起床。星期一到星期四，我每天都去图书馆学习，我是一个好学生。